刚才我妈打电话给皮肤科医生，她有个朋友，然后问了能不能吃鸡肉，结果 the answer was yes。 因为我之前一直觉得鸡肉是发物，我包括那个医生隐约记得，但是我当时有点忘记了，结果问了一下鸡肉可以吃，然后现在就来吃椰子鸡了，结果真太馋了。早上那件衣服被我泼了陈皮茶，是换了一件。我那天去理发店洗头，还顺便剪了一下，现在非常的整齐。这帽子完美能遮住我的上头。哦 ，by the way， 医生说酱油啊、可乐啊、醋啊什么吃深色的也可以吃。然后我问他能不能吃的时候，他说不能吃是伪科学，因为这些根本就是不会有黑色素沉淀，所以就放心啦。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护肤，我这些带来都没有在用，水、精华，然后再用这个奥古斯汀诺斯巴的 AB 的这个面霜 cream， 是我之前给我妈的，真的蛮好用的。我昨晚今天都用的这个，感觉蛮适合混油皮的。嗯，我现在也不适合弄太油。嗯。喝点鸡汤。嗯，那是这样的。咋还这样的勺呢？那我就煮面了啊。嗯。嗯，好喝耶。那个味道怎么样？嗯，咸淡正好。病号餐，我爸做的鸡丝鸡汤面。昨天问了医生说鸡肉可以吃之后，我仿佛找到了我可以吃的肉，但鸡蛋是发物，少吃一点。今天吃妈妈的面，厨房比较暖和，就在厨房吃了。我穿这个睡衣已经穿了两天，没有脱过，在家就是如此的邋遢。先换好衣服了，这个可以遮伤的帽子。天哪，这个头发太难受了，我现在要去理发店洗一下头发。今天早上起来发现我这只眼睛都已经三眼皮了，而且就是非常的不固定，一会儿三眼皮一会儿内双，特别神奇。Ralph Lauren 灰色的帽子，好柔软哦。他这件深灰色的 T 恤，他们两个搭一套感觉很完美。然后这个是一个也是男款 S， 这是最基础的那个 Polo 衫，它有那个网眼款和这种薄一点的棉质，我比较喜欢这种。那个网眼的我有点穿不来。这个就比较青春，然后它这个标 logo 是棕色的，就不是很普通的配色，它这个是有点杂色的这种感觉，我感觉蛮复古的。 nice， 买了一个剪章器和剪章贴。天哪，看着好恐怖。这个好像是剪章贴，这个就是剪章器。天哪，这么一小东西要1000多块钱，但是比我想象能用的次数多一些，我以为一个就能用一次呢。这样的，然后好像贴在疤痕上怎么样？可以拆卸完毕，要来丑一家了。他自告奋勇的要给我换药，来吧。
终于贴完了，它贴的还挺好看。他这个他故意想要在这里的啊，这是他故意想要。我至今都不知道我伤口，我至今都不知道伤口在哪。哎，别说这创可贴给我帽子还挺大，它又更隐形了，对吧？我觉得我拆线了，我就可以贴那种 Hello Kitty。来蹭饭了，家常菜。干妈受伤了，看看干妈受伤了，你可得小心点，你这个年纪可是最容易磕成我这样的。孩儿他妈在录 vlog， 录不上，这太傻了。没事，可以录，后期放一下就不。我先哄住他，你们先放东西吧。小团子呢？是不是第一次坐驾驶位呀？小孩子不能坐，小孩子只能坐后面。你好白呀！哎呀，踩我呀！严禁儿童驾驶，看见没？那第一行就是严禁儿童驾驶，太可怕了！我搞了个车。没都可以，我们团团也吓死了。我们想着弄一个电车什么的，就租了一个脚踏车，而且我们还要去做东西，我还得抱着孩子蹬自行车，太难了。Hello， 大家，太可怕了！刚才我的手机和我的帽子都丢了，然后结果我回去找，就是用他那个 Find My iPhone 找。然后找到了我的手机，然后人家正在等着我去找，然后他说也看到了帽子在一个桥附近，然后我们找了巨多桥都没有发现帽子，一整圈都没有找到帽子。哦，水果们忘记丢帽子的坏心情，我被他破坏完了。这个小精灵隔壁这个露营看着非常之豪华，还有桌子椅子，我们俩非常羡慕且想加入。要是没这孩子，咱俩可能就加入他们了。我们的野餐盛宴，有个脏兮兮的小孩。那个志愿者来给我消毒换药了。就这样啊。没有备用的哦，有棉有吗？棉不得换新棉吗？有纱布。哎，裁一块吧。纱布呢？你觉得呢？疼吗？就是有点沾那个东西。为什么呀？ Hey guys， 他还在工作。嗨，剪辑小哥走了，拜拜。拜拜，拜拜。Maybe 明天见。嗯，大半夜的来办公室剪片，然后我来看一下。我发现跟楚瑜睡真好，因为我那个就是。如果我压到额头，然后他会感觉到，然后就是那种妈妈的警觉，就很神奇，我至今还觉得很神奇，然后他就会醒，然后把我再放过去，因为我有时候总趴着睡，然后正好能压到这个地方，我这个伤口被他们贴的简直就是一天一个样。嗯哼，今天太惨了，那个罗罗皮安娜的那个帽子刚买的，我超级喜欢，那简直就是我今年 favorite 帽子，然后丢掉了，整个人都不好，天哪，我真的超爱那个帽子，就是很舒服啊，而且
材质也很好，还是那种防水防雨的，然后颜色也很好看。Anyways， 当时我就觉得，哎，这个是可以戴一辈子的帽子，然后，就丢了，手机还差点丢了，但还好，发现还在公园里，然后我们就去找嘛。找的时候有三个女生，然后说正好就是捡到手机，然后在那里等着我回去找，就超级好。然后还好手机找到了，然后我问他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帽子，他们说看到了，但是没有捡，说帽子和手机好像在不同的地方。然后我们就按照他说的那个回去找，结果没有找到，哎，太倒霉了。但主要是今天那个车真的太难骑了，而且疯狂的往下掉东西，我都没有，我太可怕了那个车。那马上吧。OK，Anyway， 就得回去了。回楚瑜家，她老公本来说今天回来，回就是来北京，然后结果因为疫情卡住了，所以我可能要去当她临时老公，就感觉特别神奇，特别搞笑。而且我感觉我从小到大跟朋友睡得最多的可能就是她了，就挺安静的，然后也没有什么脾气，就挺和的。你们有没有这种睡觉特别和的朋友，就很有爱。丁丁很喜欢今天的穿搭，穿的是这个 Ralph Lauren 的这个卫衣，它里面是加绒的，可能就是特别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季节，但过两天可能就暖和了，过两天就20多度了，今天19度嘛。然后这个牛仔裤，健康还是适合。来块紫薯，反正是紫薯吧。我看他们说紫薯比红薯热量高很多，糯玉米比甜玉米热量高很多。是吗？就是多吃甜玉米。我不知道，我看小红书。我喜欢甜玉米，不喜欢。这个是那个什么？西葫芦。嗯。不是香菜吧？还真有，没事。奶。是墨西哥的吗？好像是。哦，墨西哥香菜我可以吃。是吗？有区别吗？因为在美国，我不是特喜欢吃那个 Chipotle 吗？嗯。它那。香菜去不掉，久而久之我就习惯了。对，他家好像是墨西哥的，也有那种塔可。意大利香菜我也能吃。他们的香菜是不是都是同款？不是，放在不是意大利菜，或者是意大利香菜是另外一个物种，我感觉。今日穿搭，头发很整齐，因为我只带了这个牛仔裤，没办法，只能穿短裤了，新买的一套短裤。黄娃娃打球，我头发还挺整洁的，看出来两天没洗。哎，你这没有两天，身体乳在，带钥匙，身体乳在里面。哎呦 ！Go go go！ 我刚刚打了一会儿，有点流汗了。咦？要不要球球呀？你先拿个球吧。丹丹，不一样的，这是干姥姥朋友的一根筋动球。哇，那你摸摸吧。刚刚练了一会儿球，练了两个杆子吧，然后有点出汗了，就其实这儿现在特别不能出汗，然后我现在就歇一会儿，等会儿再打。就是其他还好，因为不发力，就是出汗不行，明天拆线。对，出汗防晒这两个是比较重要，这三两个，对，一个乱入的 baby。 对，对，太逗了。哎，别追，妈妈给你拿过来，妈妈给你。好小一只啊，天哪，巨可爱。好小一只。你怎么搞了个枪包？就放不下大。看看小叔叔。我好像有点当老师的天赋，给你们看一下我半个小时的成果。他今天第一次打球，来秀一个。哇，挺远啊！哇，100码了！天哪，他打的是9铁山。那很远吗？我没见过9铁第一天能学到100码，而且大家观察他这个蹬腿，教科书级的。而且就很直。山迪，你打的没他远了是吗？宝宝来我家睡觉了，我现在准备安静的拆个快递。
Letelier 的衣服。哇，好夏天哦！这是一个白色的这种挂脖的，然后有点绸缎的这种长裙，应该到膝盖以下，这样就很仙女。睡了吗？没睡。爬呢？very 实用的黑色的包包，黑色的可以感觉上班带穿戴就 very nice。 哇，这好适合当妈咪包，我的赛是不是很妈咪包？哇，这个好 nice 啊，它自重不是很重，因为我皮包不喜欢那种自重很重的，是不是很适合当妈咪包？ yes， 而且挺文艺的。 let me try。 你试一下。我觉得这个大小很适合哎，这可以上学里面放电脑应该非常适合放电脑，而且没有 logo 就很好看，我很喜欢。这是不一样的包装，有点亚麻的，夏天穿肯定超舒服，而且我看他们这个腰围我能穿，我现在对裤子的标准已经降低到我能穿了，拆完线再给你们试。哦，这也是一个裤裤。哦，这个裤子很好看，有一点点透，但我觉得是 OK 的，也是麻状的。哎，这是不是你喜欢的裤子呀？哦，你要不要试试？来来来，来试试。哇，这个好好看啊，黑的啊，这黑的一个那个连体裤，巨好看，就是条纹的，超好看。这个连体裤黑色的，上面是这种吊带，然后它中间是抽绳，然后底下是连体阔腿裤。嗯，这个真不错，那种堆堆裤哈。没洞啊，有洞。有洞，没开呢，有洞，有洞，有洞，没开呢。啊，这个黑裤子，哇，这是我巨喜欢的，就是非常基础的黑裤子，这完美打球适配啊！我的天哪，是不是很好看？好舒服呀，超舒服，而且就巨舒服啊！冬天他们那大衣巨舒服，有那个羊绒的。上身图。后面还有一只神秘的在爬，嗨，哇，抱大腿呢，哎呀，嗯，是不是哪个不睡觉的小宝贝啊？连体裤，超好看的，我觉得我这里需要去改短一点点，但是就很好看，很随性，嗯，非常飘逸。这个裙裙好仙女啊，天哪，忽略我里面的内衣袋子，这好适合去三亚呀，就是去海岛，裙裙好看，这个更好看是吗？哇，那边也好仙女啊，哇，这个超级仙儿，就是这一字肩，然后露个腰还能露到我的马甲线，那露马甲线有点太硬核了，我感觉。哦，这个当短袖穿也挺好看的，就很仙女。吃个黄瓜蘸酱，嗯嗯，楚瑜去哈美了，我在帮他临时带娃，嗯，刚刚巨主动的过来抱我，好感动，被融化了，他在一个很奇怪的姿势，给大家看看。我们俩从早上到现在只吃了一个 bagel， 所以超饿。睡着了吗？睡着了，没有，刚加牙一半睡。你刚一走还行。我们到了，今天是全自助式的打球体验，一会儿要自己去拿球车，然后自己拖着包自己打。把衣服脱了。太神奇了。我就没穿衣服，我就穿了一件。走吧，走吧，太自助了吧。车旁边上有一个小框框，可以放一点点东西。这是我们仨的球包，还得试一次性呢，要自己。哦，那个哎，你绑这个包吧，我跟你绑一块，你推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两可以，没事，你推。来，
太好了，他就没有体力打球了，他才退包了。没事，应该比较轻。俩包可以，可以，没问题的。辛苦弟弟了，太逗了。拿着，我把这个系上。我的天呀，这好的，系上。我上次见的时候我就觉得对。你再打一个，你现在挥杆已经没有那么丑了。Nice。多大压力？哇，好球！哇，好球！哇，挥到地啊！对，然后瞄小车车，直接就瞄旗杆，直接瞄旗杆。蓝色的那个是旗杆，后旗哦。我俩的球不知道今天怎么了，一直都在隔壁，而且一直都得分辨谁是谁的。好漂亮呀，桃花都开了呢，超漂亮。好安静，现场教学。方向很对，哇，不错呀，大家都累得不行了。开始想念球车和球童了，你们的走路姿势都跟刚来的时候不一样了。到公司了，今天穿的非常像 office lady， 这个包真的超好看，就是 Letelier 的这个。然后我今天背了，我才发现它这里居然也可以打开，也可以装，就整体真的巨实用，我的天哪！就超级实用，有很多分层，然后能放很多东西，就也不怎么累。今天穿的真的非常的 office lady， 主要是因为黑白吧，可能。咱都没按电梯，在电梯间等了半天。哎，我这是不是可以摘了？我今天看到我的伤口了，我觉得我这可以摘了。这包是不是巨实用？还挺好看，就很搭的这种衣服。新包。新包里面有巨多格头，就是好久没有用这么实用的包了，我很喜欢。主要是迪奥的那个，它就一大层，你看它这儿有隔层，这儿有隔层，然后这儿拉开也是隔层，这儿拉开也是隔层，就很屌。而且就是纯黑的，这个地方是 Tim Hortons， 这个人也在吃贝果。我怎么这么紧张？今天开始我就没有纱布了，还有纱布吧？你想弄纱布也没人说吧，但要不要晒，好不能晒太阳，但能接触空气吗？我感觉这船不错，我们要不去坐船吧。瑞玛河这真的非常非常漂亮。这辛拉面吃的好香，真好。来了一个 golf club， 多舒服！我们来练球，加吃饭。这个肩转的不错呀！哇，你现在五十码，四十七码。结束了之后，你交叉的比较快。哎，这球打的不错。我们点了面面，这是他们的辣的，这是我的不辣的。看看厨余的灰杆。球到。哇，你的收杆动作很漂亮啊！学习第二天，还有超级好喝的，这是葡萄汁、橙汁，还有腊肉，嗯，太香了吧！太香了，这面真太香了，我今天巨辣的。这是我近期吃过最好吃的西红柿炒鸡蛋 ，I don't know why， it's just so good， just too good。九五加满，你好。加满。对。这个天真有点热，我都已经有点出汗了，不敢戴帽子了。然后我脸不是很容易出汗，但是我这个头发容易出汗，一出汗它就会有一定的危险。这处于贴的是不是很好看，很美观？如果是黑色的头发，应该更搭棕色的衣服，灰色的衣服。我现在是棕色的头发，就没有那么搭，搭一些暖色会更好看。
今日穿搭，穿了这个 Marine Seri 的这个 T 恤，超好看的。你们穿了黑色的 bra， 我觉得还好，也不疼。然后好久没化妆了，没怎么化，就是拿那个有色防晒涂了一下，描了个眉毛。本来想穿迪奥的这个鞋，这个就可以一身迪奥。然后还是觉得这个舒服又比较大，因为衣服上有一个黑色的细节，然后鞋子上也是黑白。OK， 哥哥，拜拜。我到停车场了，这个包什么都装不下，里面就装了一个车钥匙，一根口红。先看一下高尔夫的一些东西什么之类的，然后再见一下菲菲进去。莫名的非常有洛杉矶的感觉，真的 SKP 这块夏天真的很非常。哎，丽思卡尔顿和 SKP 中间 OK， 现在要去 Tiffany Cafe 找菲菲。哦，感觉恢复正常生活了，好快乐。哇，我遇了这个爱心红绿灯，哎，我今天在网上刷到，但我不是很感冒。我没想到这么偶然的就看到了，甚至我今天才知道它在哪个路口。啊，这个绿色的爱心来了。嗨，你好好看呀，今天不要多钱，好久没见他骗我了，骗我喜欢他的黄裤子。你在跑我旁边先举手。真的吗？真的，那他很贱的先举手。现在来到了机电医院，准备在这吃那个烧鸟。他们刚刚想了半天，我能吃什么？谢谢。已经有两位到了。这太香了，刚才吃了这么一口，太香了，太香了，太香了，都是我不能吃的东西。嗯，巨香，真巨香，一股 juicy 那种感觉，有没有？你吃一个，我跟虎虎都吃，巨好吃，巨实。有点像我干儿子。我第一次吃一个特别傻的动作，就是蹲起。Rancid smells keep leaking out my memory box. 这个年糕超好吃哦！哇。Get it flow when I find good things. 我吃完饭来逛街逛眼，晚上还挺好看。打烊了？啊。啊。好吧。走吧。好吧，走吧。今天准备开一个面霜，因为我现在面霜快空瓶了，这一盒之前都没有开，现在终于可以开了。这好像貌似我给了安迪几瓶之后，这是我最后一瓶囤货了。啊，我把我巨喜欢那个黑玫瑰给安迪了。对，没有面霜，还有这个面膜，这面膜我忘了用没用过了。这个现在准备把它开了，然后之后可能再买一点别的面霜试一试吧，毕竟面霜是刚需，对我来说。先把面霜拿出来，因为我这个面这个精华就跟它同系列的这个精华，自从它摔了之后我就没有用过，所以他们俩终于可以到一起了。还有这个，但我严重怀疑它马上就过期了，所以要快点用。然后前两天新开了一个这个法尔曼的防晒，还有一个空瓶 here， 我还蛮喜欢这个的，有人说干，但我觉得就是做好保湿之后还是非常好看的，它没有那种浮油的感觉。